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象为您带来的双方第八期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由一博的主任 vs RP 灯神来看双方精彩对决。那这场比赛双方是一主两问的 BO5 啊，首发莲娜对战东丈。哦呦，主任这边运气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随即到莉安娜，灯神这边三问其实 EX 模式不是很舒服，对吧？毕竟 EX 模式的话，很多角色都不适合啊，你像东丈就是其中之一。难受双产模式的灯神看能否发挥一下，好落地 C 头一丝血，后跳 C 一丝血，这个位置应该是没机会了，龙杖也基本就是送掉了。那主任这边毫无疑问还是用自己的暴走八神手底啊，灯神选择反击梁，看一下灯神这边的一拳超人啊来了，宇宙幻影，可惜资源不够，如果够的话可以直接跟啊的暴走莲娜是非常脆的。好的，这波一套带走，这波暴气槽应该是接不上力了，宇宙幻影起飞，再来击炮拳对空，来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主任这边二发出场的麦卓啊，来吧，以柔克刚啊，这麦卓打拉尔夫基本就是发波牵制，是吧？但是一旦被近身呢，确实不舒服啊。看一下主任怎么立回，哦哟，这时候前对色 EP 的前大跳逆向底板，漂亮。哎，这个 EX 模式的前潜很多时候都能形成钻裆的效果啊，尤其是在对手前跳的时候，前高跳的时候应该这么想。看一下灯神盘边压制，哎呀，哦哟，这下全地垂直高跳延迟星爆打中 EP 乱动，来这边击炮拳怼过去，哦哟啊，灯神还挑衅一下啊，你说这挑衅切换表里模式我是信的，但是据我所知这拉尔夫是没有里模式的，对吧？那这个挑衅就是为了挑衅了。看一下主任这边最后一个手里暴走发神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手里一颗心没有，跳击带入，漂亮，来耍是两段反手葵花三十，再来第一波谢风，走着，那东神起身估计要赌命了啊，不赌的话喂，好，连跳百合折再百合折，三连百合折哟，但是这手轻松龙要被确反，还好没有连段成功，这下主任又是一波百合折，哦呦，这三连百合折看得出来，对吧？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责对手啊，有一种报复的感觉。确实啊，你这么气我，对吧？还挑衅我，那我必须得换颜色。哎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看一下灯神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反击梁啊。哎呦，这下主任反而是资源优势啊，临近四颗系，但是毕竟是灯神的反击梁啊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。主任这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，喂，好的，这手前小影跳基地，可惜接一个跳 C 没有接葵花，可接了没关系，再波连跳百合折，灯神也被秀了，好 max 天堂之眼，爆发直接打出来，灯神这边枪牌在手里高跳 C 一波逆向中断，漂亮 max 天地霸王拳波动，哎，再接大波摔呀，一瞬间就翻盘了啊，灯神这波也是够猛，主任刚才也是够凶，对吧？直接 max 天堂之眼，其实你交出枪板，我的伤害也打全了，而且你枪板很容易反空，对吧？东神刚才也是非常的沉得住气啊，没有去交那个枪板。看一下主任这局，随机到金加帆还有陈国汉。东神这边运气不错，有一个哈维蒂啊，哈维蒂可是东神的主力哟、哦，主力之一啊。好，起身再决定投。大猪这个角色虽然说面对纯指定头角色有优势，或者说起码不吃亏啊，但是对手是 EX 模式的话就另当别论了，速度太快，对吧？可以迅速近身去跟你缠斗，这也是大猪最怕的一点啊。虽然说陈国汉有指定头，但是哎，一旦被近身的话还是很危险的啊。这下孤体狙击锤漂亮，给球大暴走，我有但起身被地头，看一下 AB 跟上护甲三倍包，终结阿根廷攻击。好痛，这波一套带走是没有任何问题，再跟超杀，漂亮，灯神稳。看一下主任这边二发出场的金加帆吧，徒弟倒地，看一下师傅登场为其复仇啊。跳 CD， 哦哟，两连跳 CD， 可惜没连上，没关系，原地实施高跳胸拳破掉日皮的岩石头，来看一下，哦哟，漂亮，这下空中单点确认极限木压秀一波，这能接得上啊，其实是比较极限的。看一下，哎呦，灯神马上双闪模式，但是这个超杀好险被一套带走，漂亮，前 CD， 哦呦，还想再得逆向被升楼，刚才灯神的反应速度很快，对吧？前 CD 前重腿，再来一波空投，可惜的是第一时间没有双闪啊。看一下灯神的哈维蒂登场，前小跳轻拳，但是连段失误，
没关系，再走。来吧，你看这灯神的熟练度完全就不一样，哈，目之所及就比以前熟练了。生龙吐空，战 C 相杀一波。哎，下组人对空，这下主任应该是很难去反制了。灯神气条闪动，哦，哎呦，稳，八百里开外的对空啊！来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主任这边的八神登场，要面对灯神的哈维蒂。哎呦，原地小星拳点起来了。在原版的话，这个哈维蒂也是轻攻金木压为主，对吧？毕竟哈维蒂的超杀伤害比较低，而且这个超杀连段属性非常高，对吧？就是能连得非常的舒服啊。这波一套带走，嗯，战 C 一套，哎，没有一套带走，哦呦，起身直接被升龙，起身百合折防得很稳，但是这手连跳 C， 这下正向中段没防住，坏了。刚才其实灯神不该贪那一下，对吧？直接点一个重拳，不死的话也残了，起码比现在的血少，但事实上确实一套带不走啊。灯神这边没有气啊，残血翻盘，反手葵花琴月音刚好收掉。看一下灯神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反击梁，哦，八神，哦，漂亮，八神这下爆气。灯神的前大影跳 CD 付出代价，下星角七十连段，反手 MAX 八十女。灯神看一下交不交相反，并不打算交啊，看来还是要等血条闪动，等双闪模式。谢峰天堂之烟在跟，哦呦，其实八神月啊，不对，其实主任这边不该急的，哎，可以考虑一下反中二则嘛，对吧？看能不能尝试一下用大圣龙卡断二 P 的相反跳 CD， 哟，可惜没有天堂之烟，坏了，被地头，哎，难受了。灯神这边是坐怀不乱啊，实在太冷静了呀。比分0-2，来看下一局，丝毫看不到灯神有任何的慌张，或者说心态上的起伏。OK， 这局灯神又随机到一个主力 King 啊，选择八神首发。哦呦，这下滑铲对策日披的闲钱重腿，八神还是个暴走八神啊，暴走对策加上 EX 模式，这个速度可以说是成倍增加啊。怎么讲，前和各种的护身短影，真身过来下扣打乱洞，这波双铲模式开起来，灯神，哎呦，好的，漂亮 ，Mix 天堂之眼对色一边的护身短影，这手小柱子直接被揍，八只女在跟，这无限期的暴走八神看怎么操作，爪子天堂之眼洗内，反手下星角还想再追没关系，哎，连段失误，但是一批赌个大，哎，轻生龙天堂之眼再怼，漂亮八神。灯神这暴走八神太秀了呀，这天堂誓言直接裸，你敢出祝词我就揍你，对吧？看一下主任这边特瑞啊，这特瑞可是灯神的主力，下滑铲对准日 P 前跳，哎，直接能量喷泉收掉没有问题。看一下灯神这边日发出场的 King 啊，这局主任确实不好打呀，手底随机到的角色还是灯神的主力，灯神自己又随机到主力，吧，那可以说是被双重克制了，哎，但是这一套连招毕竟是 EX 模式，对吧？这手里没有气啊，伤害不会特别高的。看一下反天带走，欧玉好，直接被升龙，漂亮。大灌篮取消一下，看一下反天怎么走，哎，投出反天吗？好的，直接被精英玫瑰凹出来。灯神这边马，哎，主任什么意思？切换表演模式啊？走着，斗月梯，漂亮，能量喷泉，大灌篮直接收掉。那这个挑衅我可以理解为换颜色，哎，看一下灯神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反击梁啊，这局反击梁要反两个，看一下怎么秀 ABC 集满器，好的，碎石低对空，但是跳地没跟上，倒是无伤大雅，哎呦，哦呦，这个倒月踢出大问题，想预读但是没读到，跳击力两连击，天地霸王拳砍刀手，战地直接追地，来看下一回合。哎呀，你像打 EX 模式或者暴走角色都是如此啊，你会忍不住的想去预读，但是你赌不到那就要被缺反了，那伤害跟收益基本是成正比的呀，可能这个风险会比收益要高一点点。好的，空中 MAX 八神女相反，也只能相反了，这边主任半血不到，先回收资源吧，先打一条 CD 再接爪子再接波，哦，你们看这手推板连非常的娴熟，来下星角线，哎，没有选择谢峰，而是选择跳 C 二泽，
坏了，这一下在灯神面前根本对吧没有任何用啊。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